军师联盟司马懿是妻管严，真实历史上张春华并不如百夫人受宠。军师联盟司马懿化身一个绝世好男人，爱老婆，疼老婆，以家族重任为己任。剧中司马懿最爱的人是妻子张春华，甘愿成为妻管严。真实历史上真的是这样的吗？最受宠的反而是他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历史记载，司马懿一共有一妻三妾，原配张春华，夫人有福太妃、张夫人、百夫人，一起相处和睦恩爱，育有子嗣。古代有女大三抱金砖，故而妻子比丈夫年龄大反而是好事，但是大夫贵族都喜娶少妻，利于培养成孝顺的媳妇。司马懿就年长妻子张春华十岁。张春华是一个特别有本事的人，武艺高强，心狠手辣，毫不逊色司马懿。妻有三个功劳：一、生下司马石、司马昭、司马干，南阳公主；二、成为司马懿的助力。司马懿第一次装病，被一妇人所见，张春华立即杀人灭口。此后司马懿越发敬重妻子。三、个性独特，育夫有道。实际上司马懿有了百夫人后，对其宠爱超过妻子张春华。百夫人容貌十分美丽，又是一位柔弱小女子，与张春华的英气毫不相同。司马懿除了贪新厌旧，还有一点就是大男子主义在作祟。有一回生病，妻子前来探望，司马懿毫不领情，称妻子为老东西，伤透了张春华的心。尤其看来，历史上的张春华的确不受宠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